我们从那个里面啊，这个点是吧？对，确定了，确定了这个点。就是去我们在这个上面要固定一个点。对，固定一个点，然后比如说这个是打个比方说这个是我们要切的。切的，对。然后这个红外线要。啊，对。要对折到这个。对折了，对折了。然后这个刀片要碰到这个点。这个锯，这个不需要碰到这个。不需要碰了。对。 然后就是每次切的时候都要对到这个点，对一下，也就是说我这个板材就是说，它是就是不超过这个点。我给你说一个简单的啊，这个东西越说越乱，因为他们两个离得远啊。